科斯摩，月亮们在大海里巡游。嗯，那是海月水母，它们没有颜色，只会映射周围的光。没有颜色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吗？就像大人们一样。像大人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月稿的大人总是在改变需求。 最后还是会回到最初的那一版。大人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？原来这就是他一直拖稿的原因。这时候该说什么安慰他？我不知道。虽然我确实不知道，但这么说会不会显得不真诚？嗯，是的，因为人类降生之后，就被困在意义之网中作茧自缚。 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未来当然也是。不，这是梅比乌斯教授上次喝醉之后躺在走廊地板上说的。科斯摩，我可以这样跟艾波尼亚妈妈解释我为什么会脱稿吗？原来是为了解释脱稿，是一个月前的那个稿子吗？不是的。 是艾莉西亚妹妹带我们拍视频前的，但是艾波尼亚妈妈告诉我，小孩子要守时。为什么阿波尼亚会提起守时？是在暗示我上次聚会迟到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因为太期待而提前到场，这样显得我太不成熟了。其实我一直蹲在门廊后等大家到场的，要跟他解释吗？ 这样会不会有点刻意？科斯摩，你的寒假作业是不是也快写不完了？所以你也在这里躲着阿波尼亚妈妈？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可阿波尼亚怎么会知道我的寒假作业快要来不及了？是不是我这两天看漫画时太焦躁，在他面前表现得太明显了？寒假作业，还有时间。科斯摩。 如果艾波尼亚妈妈问起来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或许可以说，是罐头吃掉了寒假作业。上一次我跟艾波尼亚妈妈说，是罐头合并了我的涂层，所以我才会脱稿的。这样的借口，艾波尼亚妈妈是不会相信的。那。 梅比乌斯教授想要研究一下我的数学题，但是不小心搞丢了。有克莱因在，梅比乌斯阿姨从不弄丢东西。或许是阿波尼亚让他们忘记了自己提过截稿日期，留过寒假作业，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？耶，是艾波尼亚妈妈。她来了多久了？ 听到了多少？阿波尼亚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喜欢找借口的人？是我一路上掩藏踪迹做得还不够好吗？即使总上夜班困到只能睁开一半的眼睛，但对事物的观察也能做到如此敏锐。不愧是阿波尼亚，我该说些什么解释一下？说我不是只会逃避的人，我怎样才能自然地引出这句话？你怎么来了？
我为你们而来，克斯摩、格雷修。小孩子不能撒谎。那大人可以撒谎吗？大人们也不可以，虽然他们会有或可怜或可悲的理由，但是答应了别人的事要说到做到，就像画稿和寒假作业，不是吗？我们会按时完成的。请不要担心，我知道这其中负载的无奈与疲倦。放轻松，我会同你们一起面对。太好了，哈伯尼亚妈妈会帮助我和科斯摩一起完成。快说谢谢阿伯尼亚妈妈。谢谢。开场了，该让你们看看新人来了，完全把锅盖都盖了。拉开帷幕，这叫做盛大无前。如果不是出于必要，我可能会没有任何感觉。我会让你的毁灭美妙绝伦。好的，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这可没办法。该让你们看看西林的快乐。好的，接着要带西儿去哪儿？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这可没办法。知道了。
起来，去守护我们的宫殿。是了，不，亲手弥补。好戏开场了，再让你们看看西服的脸。铁盖子，好的，一定很痛吧？下次说不出了，另一个我。再让你们看看西林的铺垫，这么继续悲鸣。好的，开始支援。今天的开放世界也是风和日丽，集体受损。好的，跟我一起战斗吧。是是是。就是奇迹的风鸣，开始支援。我们走，一起去收集水晶和素材吧。捉迷藏，去吧，西尔，去守护我们的宫殿。尽快解决，开始支援。Hey!
该让你们看看新世界了，铁杆。好的，迈出了另一个我。真的很难办法。去
法西亚人去守护我们的约定。妙绝伦，已经在发抖了吗？能挣扎一会儿，不许你伤害西洋，跟我一起战斗吧。是是是，拥抱你的力量吧，西洋。该让你们看看铺垫，也该结束了。波克是在右下，想去哪儿呀？特选武装型号九，入场吧。我不许你伤害西奥，跟我一起战斗吧。是是是。挣扎一会儿，不许你伤害西奥，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这哪能办法？